那么久哈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感恩。因为这首歌呢，完全没有听过，所以刚开始接到这首歌的时候，非常的紧张，也不是紧张啊，就是非常的烦恼，想说奇怪，这歌怎么学啊？从头怎么学？真的不会学，学不来哈。可是后来慢慢的开始硬着头皮要把它学起来，要把它学起来哈。他点了两首，我先还一首，那一首到时候看看，因为那首要重唱比较好听，因为他们后过重唱起来，叠起来叠音可能会比较好听哈。啊，我试试看，到时候以后看看，如果说啊真的一个人唱起来还蛮好听的，我就再把它学起来跟大家分享啊。如果没有，我就把这首按好还掉哈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心中的石头就掉下去，掉下去哈。朋友们，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请记得帮我订阅，帮我分享，帮我按赞，可以留言，想要听什么歌曲。在上面给我留言，我尽可能的学起来跟大家啊分享哈，就跟这个朋友一样哈。还有，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我分享的歌曲，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哈。唱歌有人听，非常的享受啊，感觉非常的有存在感。好，谢谢朋友们给我的力量，非常的感恩。我本来只是唱给我自己老的时候听，结果现在呢，你们也可以一起听，太好了，功用。Thank you.
朋友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YouTube 的朋友，你听到了吗？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你等我这么久，感恩，拜拜。